哎，妈，你咋来了？我儿子家，我想来就来。妈，你手里提的那是什么呀？这是咱们家的核桃树，今年结了新核桃。妈知道你喜欢吃核桃，妈就给你带了一些过来。老公，你看我这个包。妈来了。嗯，给你们带了一点老家的核桃过来。妈，你要是吃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出去了。去哪里啊？这不是天一生日吗？我们正准备出去吃火锅呢。没必要，外面的东西老贵，还吃不到什么。再说了，天一从小不吃辣椒，今天妈在家里给你们做着吃。妈做的饭最好吃了，小时候每一次儿子过生日都能吃到妈做的长寿面，现在儿子长大了就不劳烦妈了。今天啊，妈您歇着，儿子去下厨房。妈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你这么大老远过来就为了送这点东西啊？我说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，大老远的就送这么点核桃来，难道我们在超市买不到吗？路费都不止这些吧。我说儿媳妇，你怎么说话嘞？你怎么还听不明白呢？本来想趁着天一今天过生日，我们小两口想出去浪漫一下呢，你倒好，挺会挑时间，偏偏今天来，现在计划全泡汤了。我知道我儿子今天的生日，所以才把核桃送过来。我让你送吗？我儿子家，我想来就来。妈，你手里提的那是什么呀？这是咱们家的核桃树，今年结了新核桃。妈知道你喜欢吃核桃，妈就给你带了一些过来。老公，你看我这个包。妈来了。嗯，给你们带了一点老家的核桃过来。妈，你要是吃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出去了。去哪里啊？这不是天一生日吗？我们正准备出去吃火锅呢。没必要，外面的东西老贵，还吃不到什么。再说了，天一从小不吃辣椒，今天妈在家里给你们做着吃。妈做的饭最好吃了，小时候每一次儿子过生日都能吃到妈做的长寿面，现在儿子长大了就不劳烦妈了。今天啊，妈您歇着，儿子去下厨房。妈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你这么大老远过来就为了送这点东西啊？我说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，大老远的就送这么点核桃来，难道我们在超市买不到吗？路费都不止这些吧。我说儿媳妇，你怎么说话嘞？你怎么还听不明白呢？本来想趁着天一今天过生日，我们小两口想出去浪漫一下呢，
你倒好，挺会挑时间，偏偏今天来，现在计划全泡汤了。我知道我儿子今天的生日，所以才把核桃送过来。